还是设那个 M 键啊，按键器，它这边有个字在闪烁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个可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箭头啊，移，再来，再来。像我在勾位，比如说你这个上下箭头啊，我设定那，你现在就演示如果设定四十亿，七、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这个0嘛。它这个你现在闪烁，我在移的这个位置把这个箭头移一下。 这个来，再来，这0嘛，这个在闪烁，再移到百位的时候，你看，9、8、6、5、4，这个已经400米对吧？400圈啊，400圈，再把这个键按钮按到，按的别动，它自己会跳到400就 OK 了，就好了，搞定了。